这次不是给手机充电，竟然是给星星灯充电。哇，好看吗？哇塞，好好看呀，而且颜色还是不一样的呢，好想知道这个蓝色发光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呀，我们把这个插在这边。哇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这次啊，不是星星灯，是，哎，小风扇，迷你小风扇。我们看看三个风扇都是可以转的吗？真的可以。天哪，这一次竟然是向日葵吗？这是不是向日葵呀？我的天呀，这次呀，哎，向日葵，插上电之后，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活力。快看，哎呀，好想看看第三个是如何动弹的。哇，他们会摇头，会跳舞，跳舞向日葵吗？这两关还是向日葵，可是这一次怎么是个数据线呢？为难我是不是？嘿嘿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哟，这咋还是刚才这个？这回怎么办呀？啊，这个移不走啊，这个也移不走啊，把这个拔下来吗？哎，怎么能拔下来呀？哎哎哎，拔不下来！天哪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别让他一直睡下去了，赶快把他叫醒，该如何把他给充上电呢？